这是Comanche吗？说到吉普皮卡，这才是真正正宗，是28年前那台吗？哈哈哈，真正的吉普皮卡。这台车我前几年去了解过，去找嘛，看能不能找过。哇，前后都是这种 leaf spring， 就跟皮卡后面那种，前后都是这样子设计。那这个可以载很重的东西。 这皮卡当时我去研究，看到很贵啊，因为很少很少，现在还能开的。哇，还看到台老式的吉普皮卡，太有意思了。